建筑厂。阿姨，您那个厨房装修了好几年了吧？好几年了，对对。哎呀，大金铺啊！这都乱七八糟，这整理。这里是杂物间。对，没有，是卫生间。卫生间不用了。卫生间不用，那外面还有一个太潮湿了，上海太潮湿。你如果在这儿洗的话，冬天在这儿洗澡，夏天我们在外面。这地板就没有换过。没有换过，日本人造的。漂亮的啊！你不要看这个，它防滑的。是。而且呢，它不会就是翘起来啊，或者是。断裂啊什么，他做的质量很好。这个有80年、八九十年的历史了。不止了，我先生他是在这儿出生的，他已经70多岁了。你想想他的父母，我们是十根金条买下来的这房子，挺有价值的当时。对呀、啊，这张床也是挺古老的。对对，老的，是一个老物件，看样子。是老物件，哎呀，已经弄掉了好多了。这个位置是前客堂吧？是。这里很多人家都做了阁楼的，对，你们没有做。我们因为一栋房子一楼到三楼都是我们家的嘛，是挺宽敞的。嗯，比较宽敞一点，已经一塌糊涂给人家占去了。后来又还给你们了。后来因为他父亲是高级知识分子嘛，有这个政策要还给他们，啊，就还给他们，所以这个里面的红木家具啊什么也就没有了。前面是天井。天井，对。这个前面这个门你们就不用了是吧？这个门已经一塌糊涂，不敢开，要倒下来了。因为毕竟是八九十年了，是啊是啊，但是我们还是原汁原味，没有换，有的人家都换掉了，这门都换掉了。哎、这边呢？这是您的卫生间了。卫生间就是夏天就在这洗，对吧？这还有个小厨房。啊，这里还有厨房？嗯，对。两个厨房。对。两个厨房，两个卫生间。对对。现在已经没法收拾了，门也是原来的，门窗都是原来的，都是原来的，对。哦，这个地板看上去确实不一样啊！不一样，真的，这个地板很好，这么多年了，下个月就要搬走了。你说我这个……那阿姨，您这个新房子找好了吗？过渡吧，过渡的房子找好了。找是找了一个，但是没有那么大嘛，只能马马虎虎的。但是很多东西都扔掉了，不要了，像这橱柜啊什么都不要了，没法放了，没地方放。是。鞋，好多鞋盒子。对啊，很多都有鞋子的。大概就你小孩子的吧。对、啊、他，而且，哎，我那外甥在美国嘛，他有时候给我带一点东西。那这边也一塌糊涂啊，都在整理啊，没法。找个小工啥的帮帮你们。扔掉了，是啊、这个、床这么大个床，这只有这个地方可以放啊，其他地方没法放的。他父亲同济大学搞建筑的嘛、说这个房子原汁原味就是这样的，不可以搭天井，有的人家天井都搭起来，那不行的。你们上下两层都没有搭，柜子也有历史了。对，这是原来的窗。我们的楼很高哎。现在的造的房子都很低矮，是，完全可以做阁楼的。是、啊，因为你们家也没有这么多人，也不需要、啊。不需要，不需要。不需要。是。上面还有一层。还有一层，对。现在已经一塌糊涂了。现在。是，这里也挺高的啊。嗯，是啊。这是晒台。对呀、啊，晾晾衣服啊。很多家晒台都已经做成房子了。对对，你没有做。没有。我们现在已经差不多了，本来种的很多花，有的送给人家了，都送掉了。是，挺好的一个种种花花草草，然后放把椅子喝喝茶。是啊是啊，嗯，地方有人来嘛，有什么朋友啊、什么，如果到上海来嘛，就招待他们一下嘛，就在临时睡个觉啊什么。招待朋友用的房间。对，这里是你们自己做的吧？大概这墙是我们自己做的，因为这个石灰都掉下来了嘛，那省得铲了、怎么很难弄。我出生在这里的，是四八年生的，我家46年半过来的，现在要搬了。奔前面去看看，大梅是吧？对对，大梅给阿姨拍个照片。亚叔来不？不要不要了，亚叔比较腼腆。我昨天腿往上弯弯下，我这根手指根腿的，
这个小区好久没这么热闹了吧？没有没有。那这两棵爬山虎也是您种的？对。您送的花，花红的很好看的。是。枝繁叶茂啊，感觉。是啊是啊。